一公斤多，一公斤一打零七。 这边就打上一个点一百升，你把升打完嘛，你这边一公斤也打完的。你这的吧？不，不，我这。这边一个的，我这边。啊，你弄完嘛。 像伊犁的油条，你看，你那刚刚又开的你那。我不会。 对，那你给我记账。 要学自动，知道不？你别学好干。
个类似于我们做电视机的。那么以后个长个个高到家里弄了，我五十七个高个，五十七个我要弄家两个，弄家四个了吧？你到春天还要来收拾啊？干农村？那个，你阿叔阿叔我没当过工资嘛？你到这里还要到这里零舍不？零舍不就是到底要弄家两米两米多点？嗯，我两米多点。你们我要38个米的一个工资。